其实我们的方案已经很完美了，客户已经倾向于我们了。和夏的方案就比我们多了一条，就一条，结果就出奇制胜的赢了。什么条款这么厉害啊？他竟然开出了第一年的盈利全部归陆家所有，对方一听立马就心动了，立刻签下了5年战略协议的合作。这个和西啊赔钱买吆喝，看来是拼了。他们应该非常了解我们的底线。 所以啊，他会这么做，所以你就更不用自责了。而且这次和西亚也不能算是赢，他把条件压得这么低，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从陆家赚到钱的，只能当长线客户供着。其实我在想，陆家是一个信号，和西亚之后很有可能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去争取客户和流量，我们要防止他们打低价战。 嗯，有道理。他们的平台快上线了，咱们呀得做好准备了。反正你放手做，宣传人力方面我都会全力支持你。还是那句话，知己知彼，别太被动。必须的，谢谢陆总。 亚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亚曼，这名儿你这么耳熟啊？怎么了？你确定是亚曼？ 你云等着，我马上来。谢谢我的小伙伴们，记得喜欢的朋友们右下角点关注。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哦，王先生。苏菲的下午茶，下周三再见喽，小伙伴们再见，拜拜，挂喽。<笑> 颜值高就是不一样啊！王先生，谢谢你，我今天的直播间人气非常的高，要谢谢王先生，谢谢你贡献了自己的故事。你的采访很专业，每次提问都能问到点子上面。我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做合作。当然，一定的。嗯，好，那我先走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王先生，嗯，您是海大零八届的对吧？ 是啊，那你认识王子浩吗？认识啊，他在大学时候就开始拍片子了嘛，后来听说做了导演，他吧对艺术很追求、很执着，作品就太过于文艺，也没什么人看，慢慢的脾气也越来越差，得罪不少人。哎，我听说近两年好像在拍一些小广告，但是也没挣到什么钱。怎么，你也认识他？ 我们合作过，是吗？是的，嗯。再次感谢王先生做客我的直播室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喂，吴耀。 我来，不错，还算勤快，以后可以留用。姐，你的咖啡，转个圈，有这个样子，好好干啊！必须的，哎，苏菲姐来了。Hello。 你今天不用上班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公事儿。公事儿，看看吧。什么公事儿啊？这什么呀？广告公司送来策划案，想找你做代言。那是好事儿啊。可是这家公司呢，跟我大姨是死对头。谁啊？
和西雅的公司啊。亚曼呢也想做自己的平台，他们公司的定位和理念和我们公司的路线是非常相近的。哦，也就是说，何西雅现在是你跟陆曼的竞争对手。谁找来的？问你话呢。王永豪。啊。嗯，王的什么？王子浩。王子浩，王子浩是谁啊？有情况啊你！我的初恋，你快些讲讲，我回头再给你慢慢说啊。好的。老板，这广告我们不能接。可是这是王子，王导送来的。不是，你一笑不最讲义气的吗？两码事儿，义气归义气，这是工作。就算我不接何西雅的代言，但是何西雅还会找其他的网红啊。这样一来，我退出了，除了损失没有其他的意义。我可查到一件事儿，亚曼这次广告呢，不仅找了你，还找了其他几位网红，其中就有黄楚楚。黄楚楚？嗯。我这么有义气的人，当然占我姐们了。这个广告推掉。好，我这就给你推。啊，苏菲，我就等你这句话，我真的实在是不好意思自己亲口讲出来。啊，是吗？我简直太爱你了，你就是我的宝贝。你知道我有多倒霉吗？我做的宣传企划里面，我选的所有网红，不只是你，其他的他们也都选了。我们是不是冤家路窄？是吗？对。还有谁呀？你走开。哦，查查呀，嘿，七夏，这都是好姐妹，回头把微信推给你。跟他们单线联系。你简直是太棒了，爱你爱你爱你哦！我今天目的达到了，我先走了啊，你们好好聊。好的好的，拜拜拜拜拜。查查。哎呀，王子浩还说什么了？这什么也没说呀，就只送这个来了。真的？真的呀！哦，我那边来客人了，我先去忙了啊。那个，你先休息一下。来，也够了。啊。陆总，进来。这些都是需要批复的。哦。下午的会2点开始，你看要不要给你往后推一推？你先休息一下。不用，照常吧。好。喂。陆总，下个月的宣传策划方案已经出来了，涉及广告拍摄，开会之前需要你和市场部的同事们一起讨论一下。好，马上来。一会儿你把这个提案交到市场部里确认一下。好。这是会议记录，你核对一下。走了，拜拜。走了。找网红带货是必然，你提交的宣传策划市场部那边觉得没问题，去实施吧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支持你。好的，那我现在马上去办喽。哎，小谷，怎么样了？名单上的人都已经联系过了，都还没有和亚曼签约。听说苏菲要来我们这边拍摄，都表示很愿意过来。价格怎么样？都在我们的预算内。好，时间不早了，快下班吧。明天记得把合同出出来，把人敲定了。好，我今天晚上回去再把合同对一下。好，走啦，我有姐。嗯，明天见。提前先看到你的方案，
就算是无意的，我感觉也不太好呀。下一个，换您，我就算了好吗？我就算了。哎呦，再打下去心态要崩了。不是老何，我们不想成为炮灰，好不好？咱们昨天不是有正事要聊吗？聊不了。今天不是的心情好，心情好。快你，起立起立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眼睛都花了。对，他工作不好。快点快点，趁着我接新闻，快起来。你好，我是这里的台球陪练，我可以陪你打。你好你好。但是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们可能一会儿要谈点正事儿，所以谈什么正事儿可谈了？我可以陪你打。好啊，嗯，赌一把。如果我赢了，能不能把你的微信留给我啊？不太可能。但这位先生呢，还有机会。不可能输的。有机会，我们可以打一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那个没，能不能让我有点参与感呢？哎，不是，你们两个乐什么呢？哎，你们看见吗？我一杆都没打，但凡让我打一杆，是现在这个局面吗？微信呢？他没给你吗？我觉得可能也没要到。没给他吗？我觉得应该没给，你觉得呢？我没看见啊。哎，我也没看见。我觉得你们两个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挤等我呢，笑话我呢，是吧？老何，哎，我说你啊，你上次和那个姑娘在荒郊野外过了一个晚上，我挤得过你吗？我说过你吗？笑话过你吗？哎，等会儿什么？等会儿，不是你跟一个姑娘在荒郊野外过了一晚上，老何，这事儿你得说清楚啊。没有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这个就是一个事故，那个车抛锚在那儿，所以回不来。你得把这事儿说清楚，你得告诉我们，你跟我们藏着掖着干嘛呀？就是，对吧？就是个邻居，我们合作关系有工作来往，然后出去以后车抛锚了，回不来了，打电话就是没有信号在外面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没激动，我没激动。老何，你就别装了。但凡说到他，你这情绪就开始波动了，你没发现吗？没有，我挺平静的，我平静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儿。开会的时候，我觉得梁花说的挺对的，你这起伏挺大。我说了，就是个邻居，一个我能喜欢他吗？我那么优秀，对不对？我一个号称自己练过五年散打，然后又没什么礼貌，动不动很粗鲁的一个女人，我能喜欢他吗？老何，你这了解的不是挺清楚的吗？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故事累积起来的一个总结。没错，这几年喜欢你的姑娘也好几个了吧？那包括刚才那个姑娘，哪一个不是被你坚定拒绝的？哎，这个怎么就没有了？没有什么呀，人家都没跟我表白过，拒绝个屁呀！我神奇波动了，你看不？别这么平静啊！不要这么平静，平静。对对对，说到表白这事儿，那我就得说你两句。你不能只等着人家女孩子表白，这种事儿男孩子应该主动一些啊。今晚有空吗？明白吗？主动，当然了。林青，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事儿呢？啊？你又要干嘛？没有，我没事，想多了。哎，今天是你生日？是。
我请客，庆祝一下啊！不去，那去啊？不是，你说说怎么主动？我晚上有事儿，哎，改天约啊，时间差不多。哎，你们俩聊啊，我先走啊。哎，别，改天啊，改天约。有事儿吗？那我们晚上怎么想？哎。哦。喂。何西啊，晚上烧烤我请客，来吗？哦。我要看我有没有时间。你在哪呢？喂。哎，妈妈。把菜热一下，哎，这儿，走。不，你一说请我喝酒吃饭，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我真的就是想请你喝顿酒，真的。不太信。你怕了？其实呢，我就是想说，我们呢，从死对头到成为邻居，从合作伙伴到成为竞争对手，以后的路上呀，肯定还有很多磕磕撞撞的时候。所以呢，我先请你喝顿酒，这次呢，让你赢了。但是下一次可能你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所以呢，来，先干为敬啊！嗯，德老板可以上串了。好嘞。按理说呢，陆家这个单子你得了，应该是你请我喝。但我仔细又想了一下吧，虽然咱俩互相都看不上眼，不过呢，好歹我们势均力敌，对不对？英雄惜英雄。来，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关系？什么关系？比如男上司和下属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别以为我没看出来，上一次你就一直在暗示我，想要挖走我这个人才，对不对？不对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还有另外一种关系。什么？男女朋友的关系。其实嘛，你这个小伙子还是很不错的，要怪呢就只能怪我实在长得太漂亮了，你根本配不上我。不漂亮吗？我配，不是漂亮。就是嘛，所以嘛，你这个人呢，虽然嘛人品不怎么样，但是呢审美还是很到位的。来来来，敬你的审美。肉串来喽，来二位，谢谢老板。哎呀，生活对我真的还是挺不错的，有三五挚友，能喝酒，能吃肉，还能跟你这个死对头聊聊天，我其实挺满足的。你呢？满足我，满足。那，你怎么郁郁寡欢的？走一个，没酒了。我去哪？
怎么了？嗯，广告代言。就剩一个黄楚楚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别忘了今晚有约。我又没有答应要去。我等你。累了吧？嗯。后悔吗？什么？接了梅姨这个烂摊子。不后悔。但我后悔了，就不应该帮着你把梅姨给收了。比起现在，我更希望你能轻松一些。你是在提醒我你是功臣，应该重用吗？我就是在关心你。你要是真的关心我的话，就让我安安静静的休息一会儿。出去走走吧。等我一下。走吧。买什么呀？生日快乐。你知道是我生日，虽然我不喜欢矫情，也不是一个特别注重形式感的人，但是今天不是被我给碰上了吗？啊，谢谢。许愿吧。是我吃过的最简陋的蛋糕了，可这却是我度过的最难忘的生日。过生日这事儿，真有那么重要吗？以前小的时候呢，其实也不觉得，觉得生日跟平时也没什么两样。可是后来一个人来了上海，每次过生日的时候，就会受到朋友们的祝福，你就会觉得。还有那么多人惦记着你，心里面就挺乱。你可别指望我会记着你啊！我今天就是凑巧，尽尽朋友之谊。是吗？嗯。但我是有预谋的，因为特殊的日子，希望能跟特别的人一起度过。那是因为你人缘不好，约不到别人。随你怎么想吧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想谢谢你，能帮我活生。你刚许的什么愿啊？说出来，你会帮我实现吗？说来听听。希望我今天表白成功。你不喜欢我，还是说你不想谈恋爱？不想谈恋爱。为什么？爱上一个人会变得自卑、胆小。多疑、猜忌，这些都是人性不好的地方。他会扑向我，也扑向我爱的人。我不喜欢这样。
我明白了，你不是不想谈恋爱，而是害怕，害怕你自己不好的一面被别人看到，更害怕自己受伤害。何总吗？是不是还行啊？那个何总啊，这拍广告的演员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？不是吧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我去联系一下黄楚的经纪人啊。何总啊，他要是不来的话，我们今天的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。备选方案呢？备选方案有啊，可是他原先的计划不是挺好的吗？10分钟，如果10分钟还不来人的话，备选方案。何总，好巧，好巧，哈，原来你也在这儿。嗯，哎，何总，何总，您这是要干嘛去？何总，何总，来，老师你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拍的第一条。原来你们唯一今天也在这儿拍广告，而且还请了原本我们雅曼想请的所有演员。就是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，那我先走了。你工作还没完成呢，怎么能走呢？我现在有一个非常急的忙需要你帮一下，借一步说话。干嘛？我今天真的需要你的帮助啊！你先回忆一下，之前我们在查假货的时候，那个仓库，那个晚上，你答应过无条件满足我一个要求，还记得吗？你信不信我在1分钟之内就能找到证据？我信你个鬼！那我们打一个赌，如果我赢了，你答应我一个要求。赌呗。对。想起来了。但是不好意思，已经过期了。No！今天是你还愿的日子。老何，黄楚那边坐地起价，不给就不来，看样子是知道我们这边女演员就她一个。不要了啊！不要了，直接备选方案。备选方案那得有啊。他。
开什么玩笑？所有的一切方案全部是按照原方案准备的。是是是，备选毕竟是备选。我是搞艺术的，现在天天被艺术在搞。导演，你先别生气啊，你那么有经验，应变能力那么强啊，不管什么演员什么作品，你都能拍出经典来。你先消消气，我先给你买咖啡去啊。何总，辛苦了。应该的。你跟我过来。挺好看的。导演，来看一下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还不错？这挺好的吧？您还别说，这个临时演员还真的挺合适人物的啊。我就说很漂亮，一点都不差。备选方案就是不错。好好准备一下吧。何总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是唯一的人，我们两家是竞争公司，我跑来拍你的广告，这算什么吗？我工作要是丢了，你养我吗？你工作要是丢了，我养你。我这么做都是你逼的。关我什么事儿？你敢说苏菲他们拒绝亚曼的拍摄没有你的功劳吗？我承认。这确实是我的功劳，我承认了。可是谁让我们两家宣传期对打呢？如果您是我，您也会选择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况且啊，我是唯一的人，我来拍你们的广告，竞争公司的人拍你们家的广告，你这不是啪啪打自己家的脸吗？我是不是讲的有一点道理？嗯，这个我确实没想到。有点道理。你等我一下，导演，给我来一下。何总，解决了。Nice。咔，再来一条啊！咔，再来！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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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！你也去。我说你们二位啊，你们现在演的是一对小情侣，要有那种心动的感觉，甜蜜的感觉，就那种 feel， 你明不明白？导演，我懂你说的那种 feel， 但那种 feel 呢，我真的完成不了。麻烦你啊，去找专业的演员来，我又不是专业的，我真的很为难。吴主管，吴大美女行不行？那我求你配合一点，赶紧拍完吧。我真的很配合了。如果你要我来做销售什么的，我没有问题的。你要我演戏，我怎么演？我又没有学过，我跟他又不熟，我怎么演嘛？不好意思，老何，那个吴大美女她不配合怎么办？你给我回来！你这事我没办法，只能靠你了。啊，这点事你搞不定吗？我怎么搞得定啊？这你们有肌肤之亲的，你不是上次？啊，那是我的一个朋友。啊，对对对，是甭管是谁，来，只有你。干嘛呀？来吧，你去说。不是，你别这样。这多一分钟都是钱。不是，行不行？行，就是那个干嘛呀？走，去你的！来，你先休息一下啊。来，何总，您跟他说说。哎，走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叫你来是来帮忙的，不是来拆台的。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？我已经给了你面子了。你看你在监视器里面那个样子，丧着个脸在那儿。我面部失控了，我不是专业演员，我又不会。稍微给一点感情，顶几秒钟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顶不住，我度日如年，我度秒如年。啊，你看，你别说，何总还挺上镜的。真是天天当演员晒。化妆。给老何把那个妆给补上啊！不行，你来啊！我要找的是一个女的，不是男的。那
你也可以来呀、啊。我来什么来？你来你自己演。你拜托你，什么你给我点了，对你，你在干嘛？不用补，梁总。不好意思，何总，梁总安排的。梁总安排什么？走开，在干嘛呢？你们？哎，老何，那个导演夸你了，说你上镜。后来我琢磨着，就老板亲自给自己的产品啊，那个拍广告，这不是个噱头吗？你不得牺牲一下？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何总，你不是觉得挺简单的吗？两三秒顶一下，你来啊！你不行啊？我最讨厌别人说我不行啊！来就来，来。导演，这何总这亲自上阵了，你不得给他加点动作戏啊？对啊，你去跟他说说戏。我来调一下啊。那个何总啊，我们调整一下啊。嗯，这个镜头呢，你可以把他的面具摘下来。嗯。然后再说一句台词，简单，摘下面具才能看到真爱。没问题。然后你深深地吻上去。 OK， 好，你可以的，不错啊。好，来给我们准备。导演，你这戏里面没有这个戏，我的方案里是没有假戏的，你这假戏我不可能跟他演的，我怎么可能去的呢？不可能。摘下面具才能看见真爱。导演都喊卡了，还亲着呢。这些东西都要搬走吗？哦，这是王导工作室，交不上房租了，这不要被清空了。哦，王导，我之前就想当面谢谢你。不必谢我了，金钱果然是试金石啊，没想到你也这么世俗。我世俗，可以把我给你的剧本还给我了，算我看错人了。什么剧本啊？我剧本当中夏十月是有着一个干净的眼睛，不会被金钱玷污的纯洁女孩。看来你不是，是我误会了。我们之间有误会吧？无所谓了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工作室已经没有了，我没钱再请你演我的女一号。对了，就当我们俩的相遇是个美丽的误会吧。哎，你能别老跟着我吗？那我去哪儿？我也回家呀。我们可以分头走。等一下，我想跟你确认一下。嗯。刚刚是因为剧情需要，对吗？我就是剧情需要，为了工作，
拍摄顺利，我们能够早一点收工。OK， 那就翻篇了。嘘。又翻篇了。别老给我翻过去啊。回来了，今天店里比较忙，我就没去片场看你。拍怎么样？吃饭了吗？没胃口。没胃口？没胃口可不行啊。王子浩除了给雅诗兰代言的广告，还给什么了？嗯，没什么了。不会撒谎，就不要学着别人撒谎。还给了一个剧本。剧本呢？你真行，干嘛扣着不给我呀？我不想让你和你的初恋有来往。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们还说什么了？说我是你男朋友啊。你跟他说你是我男朋友？对啊，这不是不可能。我们相处的愉快又那么有默契，只要我努力追求，这绝对会发生。可能什么呀？你个你别打我而已，你别打我了。我行，能躲是吧？有本事一直躲在里边，我就不信你今天不出来。